哎呦，刚才，哎 ，bro， 哎，看你发视频呢，你怎么还没火呀？你看到了吧？为什么没有点赞我的视频呢？我只想知道这个事情。我的天哪！怎么啦？又要还10000块钱的房贷，我很讨厌我父母了。怎么啦？怎么啦？他们两个很久以前一起玩，所以呢，我现在要买房买车，九九六，天哪！没来了，如何叫醒一个 sleepy boy？ Step one， 这是几个闹钟？ Step two， 着火啦！着火啦！着！第三步， call me， call me， 醒醒！十七项。很久没有出远门了，很难想象。你已经戴了3年口罩了，外面一片生机勃勃的样子，阳光一缕一缕打在车窗上，多想时光停留在这一刻，我们飞驰在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鸟，是鸟屎吗？我操！泡米来了，如何解决失眠？第一步，喝牛奶。第二步，数羊，这样，两只羊，三只羊。第三步，呼吸法，吸呼，十七项。Tommy， 你灯怎么还亮着？赶紧给我睡觉。Today we're gonna learn some phrase. Okay. The first one. 好。真係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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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Next one. 你好叻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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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點解嘅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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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點解嘅 ？Could you repeat again? 真係噶。你好叻。點解嘅 ？Good.